生肖狗，生肖狗天生聪明敏捷，学习新事物也很快。从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开始，极恶功得到天同贵人吉星的庇佑，生肖狗有望转运，摆脱之前财运平平的困境，迎来财神爷的慷慨送福。生肖狗相信勤奋付出一定会有回报，运势如虎添翼，工作事业蒸蒸日上。 做生意也能获得丰厚的回报。从横财运势上看，生肖狗还有贵人相助，有助于增加正财运势，财源广进，人生道路前程似锦。属狗的朋友天性正义、刚正不阿。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开始，他们将获得各种好运气，事业发展潜力无限，工作能力出色，能在职场上达成自己的目标。 而且运势也会不断上升，有贵人相助，横财运势不断，机会源源不断。只要把握好机会，生肖狗就能像蛰伏在那里的狙击手一样，一击命中，一飞冲天。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上，事业发展将一路高歌，财源广进，享受丰盛的人生。生肖狗天生聪明伶俐，生活随性自在。 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愿意帮助他们，加上他们具有灵气，将在二零二三年四月迎来财运的巅峰。大金狗的祖业丰厚，机会与财源多多，注定会富贵多金，破除生活中的困境，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，财源滚滚，进账机会不断。属狗人在工作上将一帆风顺，财源如雪纷纷。 必定能爬上事业巅峰，享受荣华富贵的美好人生。生肖牛，出生于牛年的人精力充沛，心灵巧手，充满神秘感，性格沈静内敛，从不露出笑容，总是带一副面无表情的扑克脸。从四月一日开始，他们的财运逆流而行，财运渐趋稳定，事业蓬勃发展。 生活将会富裕丰盈，并且未来不再有工作压力。四月初，属牛人有望财源滚滚，只要付出辛勤劳动，便会获得巨大的成功和幸运，事业顺利，财源广进，祖业深厚。属相为牛的人非常暖心体贴，成为家人的心灵寄托，能够为大家带来好运和慰藉。四月一日起。 属牛人将得到福星的庇护，改变先前的不利运势，财运和事业将大为改善，顺风翻盘，喜事陆续到来。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，属牛人必须恪守做人的底线，遵守法律法规，与人为善，多做好事这样才能获得财运极佳，事事如意，事业顺利，富贵难挡。 属牛的朋友为人处事非常谨慎和稳重，在福星的照耀下，运势一路飙升，财源广进，大富大贵，生财有道，正财和偏财也齐聚，喜事接二连三，喜鹊门前喳喳叫，事业如鱼得水，时来运转，翻身从此不再为生计而操心，日子过得舒适惬意。 属牛人未来三个月将进入更加光明的前景，只要坚持不懈的拼搏，好运会接踵而至。生肖鸡，属鸡的人在工作上容易获得上司的认同，事半功倍，而且本月吉星高照，贵人相助，事业运势非常旺盛，有望再创佳绩。但属鸡的人要注意，不要因为运势好就变得骄傲自满。 以免引起身边小人的嫉妒和觊觎，在财运方面也比较有利，需要稳定自己的状态，并开拓更顺畅的事业道路。手机的伙伴们，二零二三年财运一路飙升，事业运势非常旺盛。月之五行水旺盛，形成水木生财局，有望一改早前横财运平平无奇的现状，未来生活越来越好。 手机的人在四月一日开始，吉星太阳光进攻，并得到男士贵人的帮助。如果领导、合作方或属下是男性，那么他们会非常容易产生强有力的协助和反馈。搬安心有利于提升权力，因此在四月一日开始，有望在工作上获得嘉奖和升职的机会，并获得大量权利。 对于从事商业或投资项目的属鸡人来说，他们的知名度提高呢，得到了大量客户的认同，也可以算作一种升值。因此，二零二三年以提高知名度、积极营销推广，提升企业和品牌的知名度，进而获得更丰富的收益。属鸡的人在职场上应该与领导多多交流，展现自己的才华。 进一步提升事业，做生意的商人可以善于聚财。最近开始，手机的人不仅可以事业一帆风顺，还可以财运亨通，获得大笔意外之财。即使是穷人也有机会成为土豪。四月一日喜事不断，福运降临，财运亨通。手机的朋友们将会有一次非常不错的横财。生肖鼠。 属鼠人的性格稳重而知性，处事大气，不喜欢与他人计较，愿意退让让对方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能够遇到许多贵人，得以顺利进步，工作顺心，家庭美满。生肖属鼠的人财运亨通，财源广进，永不受穷。进入四月一日后，属鼠人运势大幅上升，财运如火般旺盛。 发财机会多多，无论是投资还是买彩票，都能获得丰厚的回报，日子越来越好。属鼠的人开朗、勤奋，给人留下积极主动的印象。在工作场合中，他们不会轻易表露疲惫和心浮气躁，因此身边的人都非常信赖他们，并给予他们大量的好机会。属鼠人在工作中非常成功。 这也是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人脉关系，相当于有背景支持。在二零二三年，属鼠人的工作和生意发展趋势将继续上升，顺风顺水。生肖属鼠的人福运满满，具有赚钱能力，只要稍加努力，就会大放异彩，得到成功和财富。像今年四月一日后，属鼠人对自己的事业更加重视。 生意如鱼得水，不再被人忽视，财神爷都对他们竖起大拇指。鼠鼠人善良淳朴，待人宽厚大度，人缘不错，对人诚心诚意。在贵人相助和财神庇佑下，鼠鼠人会赚的不少金钱，一切顺风顺水，付出的努力都有回报，前程似锦。他们还能带动家人一同享受幸福。 一生平安。除了工作和财富，生肖属鼠的人还非常注重家庭和人际关系。他们待人友善，热心帮助他人，尤其是家人和朋友。属鼠人非常珍惜家庭，会用心照顾家人，让家庭充满温馨和幸福。在二零二三年，属鼠人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加紧密和稳固。 他们会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贵人，这些人会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，让他们更加顺利地达成目标。同时，属鼠人的人际关系也会在他们的事业和财富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，因为有了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他们会更容易获得机会和成功。最后，属鼠人需要注意的是要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。 二零二三年将会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年，属鼠人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去应对各种挑战。他们需要多加注意饮食、休息和运动，保持身心健康，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。总之，二零二三年对生肖属鼠的人来说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一年，他们需要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。 充满自信地面对未来，相信自己的能力，抓住机遇，迎接挑战，才能在这一年中获得成功和财富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